学着一笑，有你真好。不怕清霜剑，斩断无情缘，花空破云烟，寄予明月。看大江东去，好一夜的无声语，洗不尽往事伤痕，问酒怎忘记？问江湖红尘，能有几多烟如雨？宁愿孤单，也不要无趣。你是彼岸花，红得太无暇，带你走天涯，跟我好不好？情像一把刀，伤人知多少，要还是不要？你是彼岸花，红得太无暇，带你走天涯，跟我好不好？情像一把刀，伤人知多少，要还是不要？沧海一声笑。区区生辰，老各派英雄大驾，幸何如之？少林果界方丈，峨眉了因师太，点苍洛掌门，青城少主，还有诸位好汉，承蒙盛情，不吝远来，向某谢了。侠客山庄这会儿正忙着办寿宴，咱们儿子应该得手了吧？
就是他。方丈，你看，灭绝石子道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与杨大侠自幼结识，这雕像不但像，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。什么鬼斧神工，这分明就是杨长风的阴魂在作怪。老公，你还看什么，还不动手。哎，住手。向盟主，我儿伤在杨长风坟前，你总得给我们讨个公道。各位掌门豪杰，死者为大，今日大家要挖我义兄的坟，未免大伤阴志，此事蹊跷，令人费解，大家是否可以冷静下来，从长计议如何？算了吧，向盟主。这些人呢，各怀鬼胎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们大伙儿就别再装模作样了。向盟主，这些人来拜寿是个幌子，挖坟才是正事。这头跟你说寿比南山，那头就来挖你义兄的坟。这个说伤了儿子，那个说死了亲爹，说来说去还不是要找个借口挖开坟墓，看看灭绝十字刀谱是不是就在里面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有本事你就下来。臭婆娘，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啊，我又不是你那个孙子似的老公。你说什么呢，小杂种？小杂种，你骂谁啊？小杂种骂你呢。没错，正是你这小杂种骂我。中的是典藏派的毒钉，我想我转眼就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，你说。这杨大侠的冰人雕得真好，你能不能借给我玩玩？那冰雕不是我造的，我先给你疗伤啊。好，小盟主，我自幼就仰慕你义兄杨大侠的为人，现在又为了你义兄揭发这群居心不良的家伙，你如果还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不是死得太冤了。你如果答应我，在我死之前还有一个大秘密要告诉你，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。哎，我先给你疗伤，那个病人给你了。啊，真的啊？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快点给你疗伤啊。不，我看我还是先把这个大秘密告诉你吧。就是，我没中钉。你病人是我的了。你让这小子出来搅局，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吗？洛夫人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可是，谁敢动我义兄的坟，先上来动我向应天吧。你自恃武功高强，我典藏派虽然动不了你，但六大门派的英雄都怕了你吗？是啊，这事儿也太离奇了吧！我们青城也死了不少人，你作为武林盟主，不能偏袒徇私吧？我们一定要开坟，一看究竟。开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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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！动！动吧！动！没人动啊！臭小子，别人怎么可能会动？杨长风的鬼魂出现了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
张长风的鬼魂附在冰人身上了吧？大家别慌，一起上。年轻人，你傅红雪。傅红雪，杨长风的儿子。傅红雪，什么？长风的儿子怎么了？杨长风的儿子怎么又出一个？怎么又冒出一个？太蹊跷了。你刚才埋在冰里的功夫，是塞北魔教的九阴血魄功。魔教公主花白凤是你什么人？是家母。花白凤是你母亲？当年我义兄跟花白凤有一段情，你就是他的儿子。孩子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爹一生行侠仗义，到最后惨遭毒手，还好苍天有眼，还是给他留下了子嗣。孩子，我就是你爹的结义兄弟，你娘没跟你说吗？我是你的相叔叔啊。现在这个世上除了你娘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。我没有亲人，只有仇人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找出当年杀你爹的仇人，我们一起去报仇。不必了，人都死了二十几年，你若是想要报仇，岂会等到现在？孩子，当年是……够了！从今以后，我父亲的仇，我一个人扛。你们有谁害过我父亲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相盟主把你送给了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你的主子。以后我要你往东啊，你不准往西，听见没有？我没有主子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要我做你主子，那咱们做个朋友，总可以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开，你问我名字，我做你的朋友，这样可以吧？我问你名字，是要知道我杀的人是谁。喂，得寸进尺啊，你知道武功比你高的是吗？好，要不咱俩打个赌，输的话你是我弟弟，一辈子听我话。看来真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
冬雪，你躲不了我的，我会找到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哎呦，你干什么你啊？深更半夜你碰见鬼了你？这位大哥，救救我！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别怕，我给你疗伤。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姑娘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给你把过脉了，你的内伤很重，再不治疗的话恐怕性命难保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脱过衣服，更何况你我男女有别呀。姑娘，这种情况下江湖儿女就不拘小节了，先保住性命要紧。那这样吧，你把眼睛掩住替我疗伤，可是你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否则我宁愿一死。好，你别哭啊，我蒙住眼睛不就行了吗？好了，姑娘，我蒙住自己的眼睛了，你要乖乖的听话啊。哎，我说色老头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色子头上一把刀吗？啊？停！姑娘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到底干什么？你敢骗我？哎呦！哎，姑娘，你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堂堂典藏派。你堂堂什么？我是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的，你就是那个最怕老婆的。哎呦，别，你胡扯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啊，你怕老婆怕得要死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哎，拉倒吧，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根本就不怕老婆。你怎么就不是那种人啊？如果你不怕老婆的话，怎么就俩铜板啊？不行，这样吧，你写封信跟你老婆求救，让她给你送银子来。别，这是使不得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不能让老婆知道。哎，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写了？不，哎呀，这个，我们可以商量，姑娘。好吧，那咱们就玩点新鲜的吧。你干什么你？啊？你搞什么鬼呀你？臭丫头！臭丫头，你不能好死！你管我怎么死呢？反正你会死在我前头。你快点把火熄掉啊！快熄掉啊！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哎呦，你刚才玩的不是很上火吗？怎么这么着急就想灭火啊？姑奶奶，我求求你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啊！告诉你，本姑娘这招还从来没有失过手呢。
傅红雪。傅红雪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我不是来救你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当年是谁杀了我父亲？说，你想趁人之危？说。是我说，当年杀你父亲的事。你们两个别说了，快快把火灭掉，我求求你们。你敢骗我？谁骗你了？哎，这炸药很贵的，你说我要是骗不着钱的话，我不是亏大了？还不准走，不准走！你坏我好事，你也别想捞到便宜。不准走！哎呀，你赶紧给人家遮羞费啊，否则我就告你调戏青春美少女。嗯？你！就两个铜板，这也不够啊。看来只能去那里卖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哲田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当真要卖给我？处子之身可是很珍贵的。不珍贵怎么值钱啊？废话少说，快完事快给钱，来吧。嘿，我第一次看见卖的比买的还急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干这勾当这么久了，竟然还是个处子之身，啊！你有本事，鬼爷爷，你拿我的血干什么用啊？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了。哎，哎，干嘛呀？快躺下，刚放了这么多的血，躺下。不躺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为了那孩子，明知故问，每次都是我求你。可是你呢，从来都不肯帮忙。你忘了我的外号了？见穷不救。知道了，你别等我发了财，我发了财，我让你跪在地上求我。你弄得人家好痒。
娘，向盟主，你都看见了吧？我夫人惨死在灭绝十字刀下，我亲眼所见。这确实是灭绝十字刀，但是……还但是什么？人不是傅红雪杀的，还能有谁？难道是杨长风从坟里爬出来杀的吗？骆少斌，你嘴巴干净点。向应天，你也太徇私护短了。各位江湖同道，向应天如此偏私，江湖道义何在？请各位前辈替我做主。对，找到傅红雪，杀了他。少主说的对，杀了傅红雪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对，杀了他。各位，骆贤之，如果真的查明真相是傅红雪做的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向盟主，你这样袒护，还谈什么公道？爹，娘的仇，我们自己报。来人，在。猪啊，连真正的杀母仇人是谁都搞不清楚，还报什么仇啊？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先别急，自会让你明白。敢问骆掌门昨晚在哪儿？你说我昨天晚上在哪儿啊？昨晚啊，你根本就不在客栈。既然不在，你怎么看见傅红雪杀人？我看见了。是，我们一起看见了，但我们两个也只看见了杀人者的背影，不是吗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干嘛？我要替你找出真正的杀母仇人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敢动我夫人的尸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骆掌门，我只是觉得尊夫人死得离奇。再说，以傅红雪的个性，杀人不会躲躲藏藏。傅红雪什么个性，你说了算。在杨长风坟前的时候，你就屡次袒护傅红雪，现在还想替他开脱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啊，我们两个毫无关系。最好没关系，否则我就拿你跟傅红雪的人头祭我娘的坟。我们走。喂，我还没说清楚啊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如若发现此事蹊跷之处，请一定要告诉老夫。老夫绝不允许有人栽赃给傅红雪，他是我义兄唯一的骨血。盟主高义，感人肺腑。以晚辈所见，骆夫人绝不是死于灭绝十字刀。可是他的伤口明明……那是死后划上去的。依我看，骆夫人应该死于神秘暗器烈焰红针，所以杀人的不是傅红雪。小朋友们，我回来了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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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回来了。姐姐，我们可想你。是，姐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喏，这不带好吃的回来了。哦，好吃的，慢点。有好吃的。哇，哇，有好吃的。别抢，别抢。有好吃，给我一口。好香啊。罗少斌，别错杀好人，滚开！我要替我娘报仇。风雪，你快说，人不是你杀的。是我杀的又如何？那就用你的命来还。
就说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喂，嘘，快走。我就不相信杨长风那个老杂种生的小杂种能把我怎么样。不相信杨长风那个老杂种生的小杂种能把我怎么样。几个人呢？母亲，我问你，在你爹坟前，你到底杀了几个人给你爹祭坟？孩儿愿受母亲责罚。地狱里不允许任何人留下一滴眼泪，直到替他父亲报仇为止。花白凤是这样对他的。傅红雪真是个从来没有被爱过的人，所以她不懂爱，只有恨。大哥，
不是叫你叫谁啊？大哥，人家鞋子掉到湖里去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嘛。大哥，人家脚腕上的铃铛也掉了。哼，跟我玩？好，我看你玩到什么时候。所有的衣服都在屋里的顶柜里，你进来帮人家拿一下嘛。姑娘。呀！哎呀！你没事吧？好晕！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啊你！受伤了？那咱们不玩了。给。你站住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玩这么多把戏，不就是要钱？那就给你了。你就这么把钱给我了？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像你这样肯定有很多苦衷。拿了这些钱，赶快回家吧。再玩这些小把戏，当心真遇上坏人。可是世界上哪有这白吃的午餐啊？钱乃是身外之物，你既然需要的话，就给你了。你站住，站住！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你知不知道本姑娘的江湖称号？那敢问姑娘的江湖称号是？就是大名鼎鼎的蜡花催手，只要我出手，从来就不失手。今天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，以后我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啊？好，那请问我现在要怎么做才能保住你的江湖称号？只要再多跟我聊两句，我保证让你爱上我。好，咱俩打个赌啊。只要你赢了，我给你10000两黄金。一万两黄金？那我得骗多少男人才能骗到啊？哎，不用那么多，只要让一个男人爱上你，我就给你10000两黄金。有了这10000两，小雨的病就有救了。就是他。他就是10000两。怎么会是他啊？这生意我不干了。你不干？喂，我们刚才说好的，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怕自己魅力不够，怕输是吧？我魅力不够，我怕输。我可是堂堂第一蜡花催手，我怎么会害怕？那你还不快去？我等你的好消息啊。为了那10000两，拼了！今天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又是你？当然是我。你说，这么大一片湖，都可以让我碰到你，
是不是叫做千里姻缘一线牵呢？扶我一下嘛。啊！喂喂喂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啊？而且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看到一个美女跌倒在地上，你连扶都不扶一把。我不杀没有武功的人，但无耻的人除外。哎，别这样嘛，大家有事好商量。那其实我来找你是来谈生意的，事成之后有500两银子赚呢。哎，三七分成，你三我七。苏六，五总可以了吧？这事很简单，只要你在我脸上亲一口，假装爱上我，那10000两黄金就到手了。大侠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那笔钱是我的救命钱，我真的很需要那笔钱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。放手。不放，我要是放了的话，10000两就飞了。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就跟杀了我没两样。你杀了我吧。哎呦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这连举手之劳都不算，你就是个冷血动物。你从小就克死你爹，你娘见到你就想掐死你。你就是个没爹没娘没人教养的小破孩，我告诉你，你连自己儿子都不帮，你是送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整。